什么东西？好，我看到了，大家。哎呀，然后这一次参加活动的有549吧，没有记错的话，549，对，然后579，因为这个一不算，然后过后的话我会抽奖东西啊，我好像挑错了，从2开始才对 ，OK 了，然后这边就是有那个数目字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就从2到580这样。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有游戏，然后就一个一个慢慢抽下去吧。对，然后第一款是塔罗瓦是一款抽塔游戏，然后这个是方块人将的游戏，然后这是 Terraria， 应该蛮多人有游戏的话。然后这是 Killing Floor， 我没有玩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游戏。然后一些就是有的没的，然后到下面就慢慢就是很多人喜欢讲。然后这是兽人必须12。我跟小七有拍过影片，拍过游戏，然后就是 Game Mode 四个，然后就一个奖就是 Mode 的奖，对 ，OK 吗 ？OK 吗？想说，比方说比较就属于小小的那个小小的礼物这样。嘿，大家安安吼，今天就特别多人吼，平常我开又不看有没有那么多人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们真是，现在我的那个实况台会有一点延迟啊，所以你们聊天我是会看到，但是可能会比较迟回这样。对，没有什么你想要了，好难过、哦，你这样子要讲我。然后我们就差不多7:40这样开始吧。昨天我无聊不玩游戏，真的，你们当时是为了抽奖。你突然在这里，真假的？哎呦，安，大家抽奖了，然后你们抽什么就看运气吧。昨晚在睡觉，我昨晚是无聊，因为转档，然后超无聊，然后我就开台了，这样。好，我们7:40这样开始哦。我吃一个巧克力，有寂寞的啊，有啊。平常都没碰到，真假的？在那个专业那边按注意水，然后我开的时候就有通知啦，有没有？啊，巧克力，哎呀，好香，纯粹是一个观众来捧场也好啊，每天都来，有抽到就很好，真的。有这款游戏啊，我都没有算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巧克力爆不上来怎么办？嘿，还有啦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不陪你们玩游戏吗？我 RC 的活动我是改在星期六，对，星期六比较没有人有读书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好吃，还是巧克力最棒。还有一分钟，嗨安。好吃。我是想最近，是给你们听超爽的。看我照片，不要啦。嗨，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。试试看啊，我要抽了。一个一个慢慢抽，然后看是谁。我按下去了，那只高我没买到哎、欸。所以抱歉。好，我抽了。第一个是给49拿掉，49是谁啊？499。499阿斯娜，然后信箱是从什么？应该是贝德还是什么开始的？阿斯娜，恭喜啊，是吗？对啊，那时候我就玩。好，我们抽第二个，345。
三四五应该你三四五三四五三四五天地 Q 的哦，谁杀天地？赞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赞嘞。然后那个天地 Q 的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我也很喜欢你名字啊，真的。这名字超帅，不解释，超帅不解释。好，下一个，对啊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8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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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妈得恭喜呀、啊，恭喜！天地大绿茶大叔死了，哎呀，他死是一个对，很正常的事情，所以对。吃个两个麦当劳 cheeseburger， 不忘了参加，真假的？已经几天了、欸？你让我喝点水。你中吗？你是谁 ？AB 吗？你几号啊？我刚才才吃肯德基的时候。好、啊，我们接下去下一个了，最后一个贝德哥哥。89，这叫谁啊？澳主是谁？澳主有他在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干巴爹，真假的？89，澳主有在吗？虽然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，但是恭喜你中奖啦！来来来，下一个381，三八一 ，Where are you？ 三八一，三八一是鬼虎。有在吗？鬼虎有在吗？然后恭喜你中奖啦 ，Terry 啊！那我们接下去下一个 ，Go Go， 61，拉扎亚，哎，要一下子拉扎亚，对不对？啊，算了，随便。61叫做韩国拳的普罗有在吗？好像没有参加到，为什么？然后恭喜这个叫韩国拳的普罗抽奖中到奖了啦，没有错的，不在，真假的，好多人不在哦。然后现在也是276是叫做肉肉1106的小普罗，那到时候恭喜你中奖啦。然后这个叫 Rono 1006，恭喜你中到了 Terry 呀呀呀呀呀呀，差一点，真假的。接下来478，478你在哪里？这个梦柔雪小普罗，你中到奖啦，中到 Q04。虽然说我不知道 Q04 是什么游戏，因为我没玩过。好想继续看下去，我抽中奖很快的啦，放心好了。好，接下去，然后是335，我抽奖没有慢慢拖，抽奖超快的。335是这个叫做 Darren Chai 的小普罗，对，恭喜中到的 God of Carriers Online， 也是我没玩过的游戏，所以希望你玩得开心呀。好，我们下一个 ，Go， 十号，那我准。十号是谁啊？十号叫做，我没有中奖，好呀，我中奖，我几个朋友他们是说看我举办这个活动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去参加，结果我没有中奖，我等一下私底下去跟他讲，我说不用等，我现在跟他讲，你们等一下。等一下哦，好，可以，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我们再加起 ，Go， 192，你放什么名字啊？192你在哪里？决定难不倒你。192在这边叫小鱼，我不会读你名字哎，那个是读刘吗？还是读了玉串吗？是吗？如果读错的话就抱歉啦、啊，然后恭喜你中奖啦。
就是前面都很难中了，上去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接下去吧 ，Go Go。The Binding of the Isaac， 然后这是 Collection 版的，然后谢谢某位普罗的赞助。58是冰封普罗，冰封小普罗，恭喜你呀、啊！然后中到了这个，然后就希望你可以比我快点过关这样。我不知道开多久了，好，接下去 Go， 开始哦，四五吧。458你在你是58 458的小李小普罗，恭喜你中奖啦，中到了兽人 BC12， 然后是娜娜以前玩过的跟小球一起逛过的游戏，对，然后希望你会喜欢耶、yeah、然后再下来 Go 嘿咻326 Gary Mode 开始了，某些人兴奋了对不对，326是叫做小影，哦，你中奖了，你是谁？小影的小普罗，恭喜你中了 Gary Mode 啦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好，接下去哦，接下一个 Gary Mode 哦，原来456真假的，下一个 Gary Mode 哦 ，Go！ 431的普罗是谁呢？黑骑青，哎呀，叫你小青好了，小青小普罗，恭喜你中奖啦，中到另外一个 Gary Mode， 有在这边吗？中了就可以跟娜娜玩了，真假的？等一下我不用陪我了。他说我为什么抽啊？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 Go， 当434，这是怎样？这是 Inori 吗？我忘记这个华语讲多，我只记得好像是 Inori 日文的话。然后恭喜这位小朋友中到 Gary Mode 啦！你要 Gary Mode 是要最后一个了啦！啊，最后一个了。其实蛮多名字奇奇怪的，好像这个，然后他的这个，然后总之有些名字奇奇怪怪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样讲。这个圣诞节超快乐，真的就是你啦。好啦，希望你会抽到。好，最后一个 Gary Mode， 最后一个 Gary Mode 的，最后一个，我点哦。一二三，好蠢哦！一二三，这个叫银喵的小普罗，恭喜你中到最后一份 Gary Mode 啦！Gary Mode 完了，剩下 Borderland 呢？谁会拿到呢 ？Borderland， 我不知道 Borderland 会谁拿到，我们就按下去吧。好，现在是407，为什么前面都是4啊？好多4哦，是我错觉吗？ 407你在哪里？ 407你在哪里？ Eric 的小普通，恭喜你中到了 Borderland 2啦！耶耶耶，你在154哦，真假的？我看一下154啊，疯狂大使。其实你也没报名啊，早好，然后我今天抽完的耶、yeah ，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名字吧，这样慢慢的扫过去，然后你们我就把这时间拉出来，你们就知道他们是几时报名的。其实楼梯控超快，很路人甲，小屁孩。天，是不咯？直接上我的世界。超多的。为什么你有真没中？你要花钱买游戏？哎呀，不要难过嘛，哦，这种抽奖的东西，看起来要花钱买给你们的。不知道啊，以后可能一起玩。你中了，你是哪一个啊？
然后你们也顺便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昵称在哪里，我慢慢滑下去给你们看。真天车池还六七十二，你在一二六，差一点，没中，还好，不要难过，乖乖羞羞，安安哟，我再慢慢滑下去。你朋友怎么了？发他的。中了，他中了，不爽了啦，不要不爽啊，乖，羞羞。其实我还没有放那个影片之前啊，报名就200多而已，然后发一个那个什么的时候，然后就到500多，没办法，新游戏很贵啊，你要原谅一下娜娜，娜娜就是一个小小小的穷光蛋，然后 Steam 特价，其实我跟你们说，17号开始我不能买。我不能买游戏给你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给你们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等等，我换这个。哎，你们看超麻烦。好，然后这些模式，哎，对啊，不是这个。这些模式我之前买的，对，因为你看我现在如果我买一款 Carry Mode 嘛，对对对，然后送礼物嘛，然后就是说这个礼物只能在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新加坡还有泰国才可以接受，然后这个是从17号开始，所以17号特价开始我就不能买了，然后我现在送的这些游戏有些是我之前买的存起来的，对，所以才有办法送啊，不然的话早就完，不然会完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不要哭啦，一进来就看到自己名字，真假的。